哇，腥风血雨来了。对，天气不太好，有腥风血雨的感觉。希望不要下雨，拜托。可是没有牛，然后你还是踩了。对。哇哦，牛牛！哎，对啊，说到牛排，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吃了吼。对啊。为什么？哇，这个松树他们那个松鼠他们家的门口。是啊。然后那他家，他从那个洞打，不是那个门打开两个洞，然后他跑到上面去了。酷哦。这是他们家。你看白色那个吗？对，花蜜。还没见过他哎。牛牛，牛牛就那个啊，那些牌子啊，牛牛。这是许愿的，然后你可以写你的愿望，然后吊在上面这样。你有什么愿望吗？许个愿吧，许个愿吧，孩子。为什么要生气？比如说做棉花糖也是心愿啊，或者是要吃冰淇淋。只有吃的可以打动你。要去那里了，可以玩，那里很冷。怎么办？你又想要跨过他是不是？哪招？有个花我就会这样森林派对。森林派对，森林派对。唱歌。说现在是他们的薰衣草节哦。还要这样子啊？哇。宝宝，你下次要不要报名一下 ACC 幼儿童室内足球，然后来这边志工日啊？好像就是维护这些花花草草吧。